轻功已有造诣，如果要练得身轻如燕，踏坡而行，还得要好几年的苦练哦。是，师父。遵命。 在为师之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利用你一身的武功，好好的为台湾同胞做一番事业。哎，
对对的，你现在的轻功已经不凡了，天庭，你好久没跟你娘见面了，快回去吧。 是日本人的势力，霸占你们廖家的田产，义娘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有办法，只有到警察厅里去告他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谁知道周昌年买通了警察，义娘。 被判诬告长官之罪，义娘被关进牢里，饱受日本警察的折磨。后来，他就上吊死在了。事情已经过去，现在台湾都是日本人的天下，天帝。 看就算了吧，不仇不报，我为人子。太监，太监，周长年，你给我出来！哼，妈的，你来干什么？去告诉周长年，我撂下你来找他算账。 小鬼，胆大包天，上！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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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又打死人了！啊！
逮捕嫌疑犯。 什么错？你有飞贼的嫌疑。大人，
我连个小水沟都跳不过去，怎么会是飞贼呢？少啰嗦、啊、你不招供我就打死你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呀、嗯、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呀，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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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谢谢。社长，有何指教？不敢当。我今天特地来请求部长，就是为了无辜的良民，来请求部长高抬贵手。有话直说。部长最近下令逮捕善良的百姓，是何居心？为了要逮捕飞贼。飞贼到底是谁呢？不知道。为了一个小小的飞贼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扰乱治安，尤其是专找我们日本人为对象，这是一种抗日的行为，非抓不可。部长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施仁政得人心，行暴政必灭亡。这是我们大日本政府的政策，你要是再敢干涉，我就把你给抓起来。部长，稍安勿躁，我是来劝你的，而不是来干涉你，请你不要生气。忠言逆耳，我是无可奈何。告辞了。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抓住飞贼呢？最近我一定把他抓到。哦，那就祝你早日成功。Hey!
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打他。不成。正必亡，廖天丁。对了，前天来的那个社长，人与三，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廖。原来他就是廖天丁，他也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好，廖天丁，我一定逮捕你归案。悬赏飞贼廖天丁，是很多钱呢啊！外面风声非常紧急，日本警方正在张贴告示，到处悬赏捉拿你。过一天是一天，被他们抓到就给他们杀头，抓不到就算我运气好。哎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我也了解民族大义，你所做的正是每一个中国人想做的。廖先生，我佩服你。李老师，谢谢你同意我的作为。我廖天丁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当我们的国家被压迫的时候，即使是抛头颅洒热血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嗯嗯。本源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偷看我们家。哦，会不会是李老师？你被跟踪了啊？那怎么办？李老师啊，我看我先离开这儿，免得连累你们。不行啊，如果我真的被跟踪了，这附近一定会被日本警察包围，你出去岂不就被抓到了吗？廖先生，不要紧，有个地方我带你去躲一躲。哦，你来应付他们。好极了，你快带他去。好。天丁在哪里？我不认识姓廖的。嗯，真的不认识廖天丁？不认识。嗯，乖乖的说出来，我们的手段相信你没有看过也听说过。哼，好，让我搜到了就让你好看。搜，走。
告没有？报告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说不认识廖天丁吗？不认识。真的不认识？多此一问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是他用的面具，为什么会在你家？不知道。啊，你知道。说。不知道。天丁有瓜葛，我把他给关起来，好让廖天丁自投罗网。押回去。是。哎，客官，哎，您慢走啊，再来，再来。客官，哎，您请，您请，哎哎，请您请，哎哎哎，客官，哎哎，请坐，哎哎，请坐，哎，客官，您要吃点什么？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？我们这鱼丸汤、炒米粉最棒了。好，每样来一份。哎，是是是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哎，炒米粉、鱼丸汤各一份啊！啊！哎，客官，哎，客官，哎，您的鱼丸汤炒米粉，哎哎，炒米粉，哎，鱼丸汤，啊，哎，老板，我鱼丸汤怎么还没来啊？哎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哎，先生，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我们要吃三西米。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先生，我们这不是日本料理店，是不卖三西米的。你，啊，把开喽。我们日本人要吃什么，你们要招办。先生，我们这真的不卖撒西米，请您换别家去吃好吧。嗯，过来呀喽，把开喽。哪里米得了吧？客官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多多包涵，请您高抬贵手。好，你，哎呦，一，可恶！你们太狠心霸道，怎么可以随便乱打人？那你，你敢管我们日本人的闲事啊？快！快点！Thank you.
下来啊！这个交给你。这个也给你。哎，廖先生，廖先生，廖先生，看来你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哪里哪里，当年参加刘永福的义勇军抗日，不幸失败，如今虽然侥幸得生，但是却苦无机会再与鬼子周旋。先生尊姓大名？我叫吴火土，人家都叫我土块。土块，要是能够跟你称兄道弟，那是小弟的荣幸啊。天丁啊，是你啊。真是富丽堂皇。住得很舒服吧？人嘛，总要识时务。天丁啊，我劝你啊，不要再亡命天涯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不可以无耻。南柔，看在以前我们同睡在一个猪板的份上，我要跟你借点路费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喽。被日本警察封闭，一定是为了我而被抓进监牢。我要想办法。大哥，是我。身手不凡，警觉性也不错。来，
部长，请。嗯，过来。这张地图是一张监狱的平面图。廖天丁，他从监狱的门口进来，我们在两边埋伏枪手。要让廖天丁顺利地到达监狱里边，我会安排人手把他给活捉的。如果他要逃跑的话，这两边的枪手就会开枪把他给射死。这是一个空城计。李老师，啊，李老师，是你。你怎么不逃走，自投罗网呢？我不能连累你。天丁，牢房重地，能让你安然无事地进来吗？我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，如今你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压下去。是。慢着。嗯，你在干什么？别动。你是谁？我叫吴火土，人称土块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外边还埋伏了很多的枪手，老部长大驾，请他送我们出去。嗯，听见了吧，部长，赶紧叫他们把枪放下。哼，快把枪放下。再叫他们不要过来啊，你们不要跟过来。谢谢部长，部长有请了。谢谢你亲自送我们到这里，后会有期。土块，你赶快带李先生跟他太太离开此地，到别的地方去避避风头。啊，大哥，那你呢？日本的个性是反复无常的，今天晚上我们救出李先生，日本人一定会恼羞成怒，大举搜捕我廖天丁，也会连累很多无辜的同胞。大哥，廖先生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总算我没白收留你。
太辛苦了。我能为台湾同胞尽一份微薄的力量，这是我廖天丁一生的光荣，何苦之有呢？对，我最佩服他这种胸怀大志、侠义心肠的人，不然我土块怎么会死心塌地地跟随他呢？好了好了，快送李先生吧，我去注意日本鬼子的行动。哦，可恶，你们这一批饭桶人已经入了虎口了，你们居然让他化险为夷，逃出了虎穴，你们真是丢人啊！部长，能不能请求上级，不管死活，让我们放手去抓廖天丁？对，廖天丁现在不但是飞贼，他反抗我们日本的意志很坚强，他是个抗日分子。逮捕所有的抗日分子，严刑拷问，要逼出廖天丁的行踪。去搜，是是是。犬养或是狗养，他人无辜，莫害善良，如有本领可来捕我廖天丁。廖天丁，你竟敢反抗日本政府，我若是不逮捕你归案，我誓不为人。现在即可动员所有的警察，主家挨户严密的搜查。是。小姐，请你帮个忙。你是？我不是坏人，我是被日本警察打伤的。
好面熟哦，我在哪儿见过你？到处都有我的画像，日本人正在通缉我。那你是廖天丁啊？你是专门跟日本人作对的廖天丁？我叫林秋月，廖先生，您替我们被压迫的善良百姓出气，跟日本人作对，见义勇为，大名鼎鼎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女子，但是对一个英雄，我也懂得表示敬意。廖先生，您就安心的在这养伤好了。很抱歉，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。等我腿伤好一点，我一定会离开的。你喜欢过这种流浪的生涯吗？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天丁藏在哪里？什么廖天丁？我不认识。不说我就把你打死。你就是把我打死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他门口的血迹是谁的？那是我昨天杀鸡的血。真是个刁民。
廖天丁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部长，要是知道廖天丁的消息不来报告，就与他同罪。走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又让你挨打了。不要紧，他们越打我，越坚定我掩护你的决心。你叫林金土吗？是，我叫林金土。你有个姐姐叫做秋月。是，是。你是无业游民啊？可是我没做犯法的事啊。抗日分子叫做廖天丁的，你知不知道他的行踪啊？啊，廖天丁？不不不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呢？胡说！你姐姐窝藏廖天丁，你是他弟弟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啊？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很少回家。答是啊。不不哎呦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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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是。你是要一百两的赏金呢，还是要死？我坐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还有一百两赏金呢？好，很好，我们在你家没有找到廖天丁，你要帮我们找出廖天丁的下落，随时报告，我会给你赏金。是，希望你好好的跟我们合作，好处多得很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Thank you.
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是被日本警察打的。来，小心点。日本警察为什么要打你呢？日本警察说我们窝藏飞贼廖天丁。姐姐，说真的，如果我知道廖天丁的行踪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啊，他不顾自己的危险跟日本人周旋。姐姐，我最佩服他这种抗日精神。你想想看，他为我们台湾同胞出这口怨气，我真恨，无缘认识他。姐姐，我这次被打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你真的想见他？姐姐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你不要急，他呀就在我们家里。那日本警察为什么找不到他呢？姐姐啊，把他藏在院子的草堆里。哦，难怪他们找不到。哎，姐姐，快带我去见他。好啊。我就是廖天丁。哇，哼，真是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啊。哎，你就是日本警方到处悬赏要逮捕的飞贼呀。哎，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。我今天为了你廖天丁被日本警察打成这个样子，可是我还是没有说出来呀。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姐弟俩吃了不少苦头。哎，苦都已经吃过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呢？你放心在这儿住啊，我去打听打听日本人的消息。再见。我弟弟一直都不学好，在外面混惯了，常常好几天不回家，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无可奈何。他讲话没大没小的，你可不要介意呀。秋月小姐，你能不能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？佛门禁地。廖施主，我就是当时刘永福旗下的部将赵铁。原来是赵将军，怪不得一眼见你就觉得似曾相识。失敬失敬。唉，现在有许多有志之士在前仆后继的抗日，我们台湾历史虽然不长，但是台湾的同胞不愿被异族统治，爱正义、爱中国的刚毅精神却永远的承续着。赵将军，如今我应该如何行动呢？风声日紧，这里不是你久留的地方，我建议你最好到大陆去。可是我在大陆举目无亲。孙中山先生在那儿领导革命，许多血性男儿爱国志士都纷纷地投效在这位伟人的革命旗帜之下。无能的满清政府将会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被推翻。多谢赵将军小以大义。哼，原来他们躲在这儿。
我得回去通知他们。请用茶。哦。阿弥陀佛，吉凶未来先有兆。哦，廖先生，你即刻离开此地，往后山方向走，先到八里巷，暂时躲在那儿。等我安排好了，我会叫秋月去通知你。赵将军，这突然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。日本警察已经恨你入骨，这次在秋月家没有抓到你，他们会加紧搜查附近的地方，我们要制敌计先，以防万一啊。多谢赵将军指点，后会有期。天丁，
抓了那么多嫌疑犯，连个廖天丁的影子都没有。上级已经发脾气了，限期逮捕他归案。要不然我就要切腹了。部长，廖天丁是个讲义气、肯牺牲自己的人，他会为了台湾同胞赴汤蹈火。我看，我们就用激将之法。必定心痛如绞，天丁此生无所挂念，受你青睐永生难忘，儿女之情，国恨家仇，何所适从，天丁寸心难安，毅然决定为国为民尽一己之力，是生是死难补其命。今日日警公然枪杀嫌疑无辜者，凡我同胞孰可忍也？天丁愿以贱命换取无辜者，以自首投案释放嫌疑同胞，此愿已足矣。临别赠言：生生死死情难断，廖天丁留言。天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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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大嫂，大哥呢？你看，他走了。啊，糟糕，大哥上当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时间了。我是自动来投案的，请你把无辜的老百姓放走。可以，把他们放走。是。把他压下来。是是。
中计了，那些老百姓啊，都是日本警察伪装的。啊，全阳那个家伙真是诡计多端，现在四周都被日本人包围了。如果我们能够侥幸逃生，就在对山的草寮会合。好，大哥，我们被包围了，你先逃，我来对付。不，徒儿，不可以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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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！好！身受多处枪伤，你先逃，我还可以应付。徒儿，我大哥，请你不要多说了。我这一生最尊敬的就是大哥，承你看得起小弟跟我结拜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徒儿，我们义结金兰，同生共死。知道你的身份有多么的重要，要保重有用之身，为我们中国同胞抵抗异族，要大出着眼，为同胞着想啊！快逃！徒儿，徒儿，徒儿！哎呀！在这里，这里是我的国家，我爱护这里，保护这里，谁都不能欺侮它。
里，长在这里，这里是我的国家。我爱护这里，保护这里，谁都不能欺负。